看一下，我们刚刚就是在这个 Wilder's Cove 这个地方潜水。刚刚潜完第一潜了，如果你跟我一样在 Monterey 这边穿 VSO 的话，一上岸就是你要保暖，我要点就是立刻把湿东西脱掉，就是你的 VSO 跟这个 rash guard 立刻脱掉，然后立刻把身体擦干，带毛巾躲到车上，就不会冷了。我觉得这是 Monterey 这里最漂亮的潜点，虽然它的 entry 跟 exit 比较困难，就是浪比较大，所以你有可能会需要爬出来，但是应该算比较值得来的地方吧。其他地方其实都不太值得去，就能见度大概5 feet 就很烂。那如果你真的要来 Monterey 潜水的话，可以来这里潜，但这个官方写的就是它是一个 difficult 的 dive site。